说，就是是他们这样才能够那个巩固民进党的基本盘啊。闭嘴啦！太监就是太监，太监巩固什么盘？王浩宇闭嘴啦！被你害得还不够吗？稍微有羞耻心的人，这个时候这些网军就应该闭嘴，没有他们讲话的份啦。我确实在这一次的选战过程当中，被侧翼网军羞辱到不成人形，那我确实心灰意冷的，因为我蛮难过的。我觉得，一再的吞忍之下，那么这些侧翼网军还肆无忌惮，他们每天泼粪。当然了，不是对我王世坚一个，我觉得这些侧翼网军的恶劣的没人性，每天这样泼粪，让我不得不想到说，那背后水肥车在哪里呢？我们社会应该要揪出这个水肥车，谁提供他们资源呢？因为没有资源，难道这些网军侧翼他是当义务的吗？他背后一定有水肥车，一定有他的组织嘛，不是吗？这些水肥车们够了，够了！你们不要破坏人性的善良厚道，你们不要丧失人性。还有网军们，够了！这些网军们，他不好好想一想吗？以后他怎么面对他的子女？难道他要跟他的子女说：“啊，你们别做网军吗？”认为说，就是是他们这样才能够那个巩固民进党的基本盘啊！闭嘴啦！太监就是太监，太监巩固什么盘？王浩宇闭嘴啦！被你害得还不够吗？稍微有羞耻心的人，这个时候这些网军就应该闭嘴，没有他们讲话的份啦。